虽然我们完全可以碾压你们，但我们不愿意仗势欺人，已经给足了你们时间，几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最终决定了吗？你们是强盗吗？
你再敢反抗，信不信我废掉你的修为？很好，南宫武少果然识时务，怪不得能混得风生水起。我要拿下北幽颂，是不是得先过你这关？